是小猪头，你有多厉害？我觉得看起来厉害的人不一定真的厉害。那你说说看，你有什么本事？我可以把你切成两半。是吗？不过我现在不想把你切成两半，我现在做个示范，等我一下下。看他在搞什么把戏，真的有多厉害，我就不相信。这是一只假的雕像猪，它是用石头雕出来的，我现在要把它打到魂飞魄散，已经消失了，厉不厉害啊？那个猪那么小只，看起来好像有点大欺小，这样没有算很有本事。好，那我再用一个吧。到底有多厉害呢？真的有多厉害吗？这是一只，这是一只长嘴犀牛，我要把它打得分飞魄散。看我的，应该这次要用踢的，砰砰砰砰，已经被我打碎了。可是那只犀牛看起来也很小哎。那是有点厉害啦，但是好像感觉都是欺负比你小的动物。那你还有更厉害的吗？有，看我的。哔哔哔！这两只神奇动物，一只叫做小怪狼，一只叫做小长颈鹿，我现在要把它们全部打碎，打碎碎！看我的阿布拉嘎皮拉普皮！那你厉害就是打架很厉害，不管大动物小动物被你一打就魂飞魄散打碎，这就是你厉害的地方，是不是？那你有没有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啊？除了打人之外？然后你会不会帮助老婆婆过马路啊？或者是做一些让人家觉得比较对这个世界比较好的事？对这个世界比较好的事，哈哈哈哈！我要把你这个小猪头拿去卖，然后别人就可以吃到猪肉了。我本来是小红帽的姐姐，我没有名字，后来有人帮我取了名字，就叫小花一。有人叫我小花豹，有人叫我小花大象。其实我本来是鬼灭中间的香奈布啦，小朋友帮我做，可是呢被一个小宝改了小花一，那我就先当小花一咯。
别人怪怪的，没事就讨厌什么毁灭之刃。你像我肖奈夫是很可爱的，被改名。是什么好东西？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杀人杀到连地球上每个人都死了，只剩下你一个人而已。没错，你就是一个手很酸的家伙。那大野狼怎样啊？有没有讲清楚吗？你上次吃了小红帽，到底有没有把？还在假装小红帽的奶奶，我打！我又没有装小红帽。好了，那这一出就玩完了，谢。有一个人，他为了逃避我，所以才说这出要结束了。我要去找他算账。噗。也很奇怪耶，找什么算账啊？我真是觉得受够了。回家好。刚刚怎么看到一个小女生在那边？所以的人很奇怪，她肯定就是在说我。我要找她算账啦！谁要找我算账？哈哈！我不是说你，我是说那个大爷。哪个大野狼啊？大野狼是我的好朋友，你竟敢说他？哇！我绝对要把你杀了！怎么最近遇到一堆疯疯癫癫的都有暴力倾向？你也是，你杀了100人，鬼灭之刃我都看过了，超难看的，再也不想看了。你。结束了。哦，拜拜。